你好，我们环球邮报的读者们，台湾539的会员们，大家早安。今天2021年1月16号星期六，第三周的周休二日啊，第三周啊，总检讨了我们开奖报告啊，第一周只有开两天没中，第二周我上个礼拜开奖六天，我们中两次，第三周啊，我们礼拜二中一次，然后三四五没中，所以说我们今天要特别注意了。今天再怎么样，一个礼拜要中两次你才是获利，没有中的话就惨了，就是要赔钱啊。但是社长一定求神明保佑啊，然后让我们能够降牌成功。问题是这两三期的牌，我们前天用的牌昨天就开出来，二三昨天就开二三，尾数三尾都有中，六尾也有中，尾数中就是不是那一只啊。各位，牌子似乎还是走在还不是很确定稳定的状态，再怎么不稳定，社长总是一个礼拜要给大家中个两次啊，所以今天一定要中奖啊！我希望我们台湾539会员多包涵啊，多包涵。这个社长也是尽心尽力，但是还要更加的努力，更加的努力啊！那么今天太阳还是一样很大，等等社长下午起来哦，都是中午起床后把牌子陆续传给各位啊，我们新会员还有20多天就过年了，来赶快加入会员啊，0915008814，0915008814啊，押金我只收你1000啊。